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恩群设计服务关心你。恩群两分钟运动系列是希望能够了解动作的重点，学习如何设计自己的运动菜单，让你在家里也能成为运动的高手哦。Yes。今天做的动作还是一样，手脚配合。来，两只脚呢先踩在地板先。好，两只脚合起来，两个手也合起来，放在你的胸口前面。好，手脚一起打开来，打到最开，合起来。好，我们一样做一百个，记得请你数出来哦。Ready， 来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常常有讲哦，为什么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要数出声音来？所以你在做运动的时候才不会有憋气的这个问题，然后当你数数字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会给他指令了，对吗？继续咯，二二加油，二三很好，二四二五二六很好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很好。来，注意这个动作有几个啊要注意的点哦。三四，首先是你的胸口的部分，手夹进来的时候啊，要直接打开来，有扩胸的动作，会用到你胸部的这个动作，很好。可是你记得你的手跟脚要配合的在一起 ，OK， 不可以手做手，脚做脚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身体的连贯性就连贯不起来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但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做久了累了会驼背。所以请你挺胸啊，继续数出来。记得，如果你觉得有点累的时候呢，记得不要马上的停下来哦，请你先慢下来先。OK， 很好。六二六三，加油！六四，不驼背哦，背打直。六七，加油，很好。八六九，七十七一七二。七三，好，我觉得你越喘的时候，请你要数得越大声。八十啊，八一。八二八三加油，八四八五快结束了，八六很好，八七八八八九，最后十个来，九一九二九三九四很好，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，好，来，手打开来，好，来，准备深呼吸，吸气，好，来，吐气，再一次来，吸气，好，来，吐气，最后一次来，吸气，好，来，吐气，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希望大家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